Hi everyone, welcome to my channel. 我是 MC， 非常开心在这里见到大家。这是我的第一支 YouTube 视频。如果你之前关注了我的 Han Characters 在 Instagram 上，那你应该对我或者对我的作品有一些了解。如果你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话，也没有关系，你可以在 Instagram 上找到我，在这里。我会分享一些创业汉字，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和记忆汉字。在 YouTube 这个平台呢，我是想要和大家建立更多的联系与互动，因为之前在 Instagram 上我很少以个人的方式出现在你们的面前。我是非常希望认识你们，去了解你们，去和你们互动的。然后在这个 YouTube平台上呢，我会分享一些关于我自己啊，或者我身边的人啊、物啊、事啊的故事，然后以简短视频的方式呢呈现给你们，在与你们建立交流沟通的同时呢，给你们提供一些中文材料。所以说呢，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呢，就评论在下面让我知道。好了，今天这一支视频呢，是我想的一个主题，5 Minute Stories 系列中的第一支，是有关我是如何还有为什么创建 High Characters 这个项目的。时间的话要追溯在2018年3-4月份，当时我还在波士顿，然后当时我的工作呢比较容易，早十晚五，我知道和国内现在996是非常的不一样。然后工作内容呢也没有什么挑战性，当时我就觉得比较迷茫的一段时间吧，由于其他的因素我也不能够立即换工作，所以说我就想说工作之余能不能做一些事情，让自己不要这么的慌张。当时是比较焦虑，对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呀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，现在的工作状态呢又觉得没有挑战也没有价值，就比较迷茫的一个阶段吧。后来我意识到说，光想不做是真的一点用都没有，与其每天惴惴不安，不如行动起来。也是机缘巧合吧，在某一个瞬间我想到了汉字这个主题，因为之前在一些 social media 上会见到很多英语的 lettering， 但是从来没有或者很少见中文的创业汉字，有的话也是一些传统的 calligraphy 啊、书法啊这个样子。然后从我自身来讲的话，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的有兴趣，而且对传播中国文化也很有热情，而且我又喜欢创造，善于画画，我就觉得这个题目非常的契合，然后我就开始了自己的创作旅程。当然这个旅程并不是一帆风顺，从刚开始到现在也经历了很多事情吧。最重要的一点，我觉得真的是重在坚持。0到1000个关注者其实真的并不简单于从1000个到10000个关注者，因为在初期的时候，你的未知和焦虑会很大程度上阻碍你继续向前进的热情，你就会质疑自己是不是做的正确，或者质疑这个作品会不会受到大家的喜欢，对大家有没有帮助等等吧。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做的话，就一定要坚持下去。对我来讲，在这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呢，真的是帮助我很多，我会更好的理解大家的喜好，或以什么样的方式更好的展示汉字，去帮助你们学习。举几个例子吧。第一个是，如果你看我最早期的作品的话，和现在的作品其实差别还是蛮大的。最早期的话，我会以一个更抽象的方式，就是全部是用画画的形式来表达汉字，但是
到后来我发现说我需要保留一些传统书法的部分，然后只把那些着重的点替换掉，会更容易让大家理解和记住这个汉字。第二个例子呢，就是在不断的创作过程中，也非常感谢你们给我的一些 feedback。大家会想要知道这个汉字的书写笔画和发音，所以在某一个节点呢，我就把这两个东西也结合在我的 post 当中。总之呢，我觉得坚持不懈和不半途而废，真的是可以带你去你想要去的地方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故事。然后呢，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句我很喜欢的话：只要你坚持用心做事，就一定会有人看见，只是时间的问题。我觉得这句话也在最初的时候帮助到我很多。我会告诉自己说，你一定要相信自己，相信这个作品。只要你用心的去做事情，总有一天大家会看到。好了。这就是今天的视频。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呢，在下面评论让我知道。如果你有任何的建议呢，我是非常欢迎的。有关于这个视频的难易程度，我说话的语速、清晰度，或者是有什么内容你是比较感兴趣看到的，在之后的分享当中，都可以在下面评论，我都会看到。还有不要忘了订阅我的 channel，我会每周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。也许之后频率会增加，但是刚开始的话，我会保持每周在这里和大家联系互动。好了，拜拜，下次见。